比赛中场释放悍将斯蒂尔获胜。回到市场，有家人的加油，以及家人的祝福，和汉将打出这场比赛的好球。本周出场四连战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，大家看的大快人心的比数10-2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眼神中闪着光芒，坚定我们的信仰。现场所有的朋友，江少勋，欢迎你！1、2、3，来！江少勋。
还有我们铅笔球，还有。
拜拜。亲爱的。